祝福你哦。得了体谅，你的生活再也不会有惆怅。当你明白了这道理，你心情将会更开朗。尊敬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《草根菩提》。大家都说要改变一个人真困难，其实有当时啊，干阿爹一念之间尔。阮今仔日的主角周连进师兄，因为一场车祸，改变伊对人生的看法，嘛，好伊的生活变较就无同款咯。咱即马就赶紧来看今仔日的故事。每一天暗时八点到十点，在桃园南崁溪的溪边，连进师兄甲一群志工，整年冬天拢无咧休困，斗阵伫整理大卖场的回收。我们已经快做两年，到九月份就整整两年了哦。我不知道这边有做，好像从那个骑摩托车，你知道吗？从这边过，哎，奇怪，怎么下大雨，你知道吗？一看，怎么有些。这些师姐在里面感觉看，哇塞，他们是那时候没有屋顶哦，淋着雨在做，那时候穿雨衣啊，穿着雨衣没有屋顶哦，在这边做，你说感动不感动啊？那时候，那开始说啊，那我不来怎么可以啊？那我就跟着来了，这样子啊。职场工作的场所要弄得漂亮一点，就是说你看不要说乱七八糟这样子，你看先来的时候就是把这些都打开，每天也这样做，做得小心啊，会被头砸，上次被砸破头啊。嗯，缝了五针还多少？缝了五六针，所以这安全很重要。我念法文的，念夜间部的。我学校毕业以后嘛，就到台北市一家贸易公司上班差不多有十几年。啊，然后后来老丈人生病，因为请人家看一天也不少钱啊。后来我老婆吃掉了。然后我也跟着辞掉这个工作，然后老丈人事情处理完以后，回到南竹路有一家做螺丝的工厂。哦，你那布啊真好吃，我妈妈学了噶哈。正经，正经好吃。哦，全部我都学了噶嘿，好吃。太好吃嘿，好吃嘿。感恩好，这上好，好料要好吃。感恩，这莫拍，拍来到内容嘛。目前那无看到。好啊，你放遮就好。我的个性就是说，做什么要像什么。像我以前工作也是一样，就是说工作量多，都要想办法把它做好啊，把时间拉长。也不要说，也不要烦，不要去认为说啊，这个烦。也最主要是说，你不要说一到下班想要走，那你这样的工作一定做不好。八小时的薪水做十二小时的工作，有时候为了饭碗的话，你要想办法保住饭碗的话，就只有想办法，比老板早去，比老板晚回来。最起码说，我的长官啊，老板啊，
他们给我评价都很高了。这我敢拍胸脯说的了。我觉得做事的态度，既然来慈济做回收，自己本身应该要像个慈济人怎样的。我在特地晚上这么做，譬如说啊，我明天有事，那我就加一句啊，你要请人来代班。我说你既然来这边做，你要执着要奉献的话，你一定要请人来代办。他们没有个人赞成我的意见，而我呢，我一定找人去代办。爸，睡觉。啊？我要来点喝的。你叫我来没有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小问题。来，小心。小心哦，手不要弄到。OK， 开一点。是有胶带，让他来开起来。OK。我以前做事情执着，对工作都会很执着，对家庭是比较不会那样的，所以说这方面要想办法，能不能把它修补得好一点的这样。做这个做久了，都慢慢会做环保做久了，就人我的个性就稍微比较软一点，就是说有时候夫妻都会吵嘛，他一大声，我一定比他更大声啊，一定会啊。啊，现在是不会，他一大声，我说算好，我就闪了。啊，我会排时间，排说排这个礼拜弄哪里，下个礼拜弄哪里，就这样子了。2006年，苏兄骑机车发生车祸，因为伤得真严重，休真久。在这段时间，苏兄也开始思考伊甲厝内人的关系。就是那一年好像要吃尾牙嘛，找不到路啊，摩托车骑啊骑一骑，那不怕台车，他以为我会让他，我以为他会让我，然后就撞上了。肋骨几根啊？1、2、3、4根还5根都是弯的啊。还好都没断了，蹦了一声，那个发财车前面那个半把有没有？那一只都掉下来，你看撞多少？我现在跟那个张师兄叫我换那个网子啊，你看这个是我第一个成品。现在我杀伤第一个我比较不满意。家事就这样一个礼拜，你排下来家事就可以弄很久了。自己时间多，第一个做事情找事做，比较自己不会无聊啊。大家住在一起，最起码家里干净，大家心里会比较舒服。平常在一起，你说有偶尔有点小摩擦，就不会引起大摩擦，一定会这样子。跟这些小孩子的互动不是很好，我完全专注在公司工厂里面啊，没办法，几乎没有礼拜天啊，那时候哪有什么假日。出车祸跟退休真的是有直接关系啊，那时候真的第一个在躺在床上，真是想到万一走了怎么办，妈妈那么老，你再不孝顺，搞不好这样去的妈妈丢给谁，而且小孩子这个区块你看再不经营是搞不好来不及了。这个工作可有可无，应该没有什么关系。我要想修补这方面的关系了。退下以后做的事情，第一个当然是把房子盖好了，给老婆小孩他们有比较好的生活环境嘛。那第二个就是去慈济做环保嘛，因为环保妈妈做了差不多十几年了。再来就是所谓他们写一个族谱之类的啦，那我想把它写成一套出来。这是每天必做的，第一个来一定是先把这些打开啊，阿英家别住房的家别太热了，大概 OK， 第一个工作。苏兄的妈妈较早拢伫个公园捡回收，甲厝边做伙做环保。苏兄退休了后，嘛带妈妈出来做志工，
伊甲过去做工课时阵，迄种执着严谨的态度，嘛带来环保站。因为我都把它当，我就是来这边做，就把它当做拿师傅的薪水的心态来做的啊。因为你假如说把它当做拿薪水来做，做事就比较会谨慎一点。再来，纸板跟那个差很多钱，好几块啊。照理讲，这个他根本分的话，就我们都省时间，不会在那边做。这一家已经其实讲很有进步很多。刚开始的时候根本就杂七杂八都在一起啊，因为我们这边做他没有在看。工作做完了，这职场给他弄干净哦。他们一定，他们有在看，他们会感觉得到，哇，环保实在不简单，真的啊。但会带动他们慢慢的哦，慢慢的会一直，他们也不好意思，慢慢的分的越来分细腻一点。每天的行程就是去环保站啊，然后去外面，去外面收回收啊，然后就到中午的时候啊，就回来陪妈妈吃饭啊，这样子啊。就是妈妈一个人在家嘛，然后环保做了之后回来陪妈妈吃饭，对啊，那感受真的是很好，我觉得是当儿子应该做的事。他呗，对的，他都在意呢。我是功德，在意他的功德款。功德金嘛？功德款还没给他。功德金嘛十万年嘞。啊，我来去拜拜，拢也有，拢也加减拢也有。啊，迄当阵你安怎做环保？迄阵较少年啦，很好啥，四五点就做啦。较少年哦，我嘛是安。离婚了吼，搬家出去，就做到那土遐去。就是像现在的老菩萨这样沿街一直捡啊。我先收上来。他们那个时候这样子啊。我们家老人家会吃，我就高兴，就怕他不吃。OK。先把这个东西先蒸好，这样子，他两个人合作一下就很快。有啊，那种干正人，因很多人，有些想法都在烦恼。退下以后，一年差不多有四次、五次，他五次左右，陪他出去游览，像老人会的啊。一年有两次还三次的，还有社区发展协会的啊，都是我陪他去的。啊，看老人家出去玩啊，看他高兴，不管买什么东西高兴都 OK 了。最好玩的是，就跟妈妈住在旅馆里面嘛，啊，就是一个人一个床嘛，吃完饭呢，啊，躺在床上都开始聊啊，天南地北无所不聊、啊，会聊到从小时候很好玩啊，小时候的事情啊，那个时候你去哪里，他们都会记得很清楚。哦，那时候他兴致很好啊，他两一直聊到两个人都睡着都不知道啊。然后第二天起床，哇，他说他精神很好，睡得很饱，从来没有这样像这样子睡得那么好。我你看多高兴，很高兴。
只要去社区或是老人会去玩，买姜啊，买豆子啦，这拢是专门的。阿妈有囝陪你佚佗，欢喜无？有哦，哪会无？有通好食。有通买物件。我现在正在整理我家里的，就像所有族谱一样，不过是比族谱更比较生动化的一些资料。我想把这些资料呢，完完全全的、很有系统的，就是这将来呢留给下一代这样子啊。弄过的知道。啊，我外公以前就跟在南洋做生意，人家叫他南洋粥，那 OK， 吼，那听到南洋粥，这个很够力的这样子，啊，那就一段一段一段套，一段一段套这样往上写这样。退休了，除了做环保以外，时间应该还很充裕啊，利用这充裕的时间，就是来做完完整整的来做这件工作，把它做得很完美这样子，留给下一代去看。阮早起讲啊，你本来你学学人家郭台铭先生啊，好像是对工作上他能够千变万化、呼风唤雨，不像我就像一个机器做这个动作，永远都做这个动作。那我做这个动作，永远都做得非常完美是没错，不过这是没有用的。我想我女儿应该是说跟我讲这样子，我说好。我下辈子看看会不会像他这个样子。这屋顶不会长花吗？这老房子啊，就像这种老房子。我们以前住的房子，啊，土埆厝嘛，每次台风来的呼呼呼，就整个都会就会晃的这样子。那我们也住那么多年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就贷款，毅然决然的贷款。盖房子啊，现在小孩子他们啊，给我妈妈啊，老婆跟我那么多年啊，给他们最起码说睡在床上舒服一点，给他们过好一点的日子。其实第一天躺在那个床上，感觉又不一样，哇，终于有自己的房子，这样子啊。刚开始要盖的时候，因为我这个人比较说，你身边有多少钱做多少事，我不知道贷款这一条，我不知道说那么简单，你知道吗？早知道我是十年盖了，我会等到这个时候。真的啊，房子盖好以后，你知道，奇怪，以前哦，亲戚哦都不会上门的，你知道，一盖完以后，哇，你就搞哎哦，公公就搞哎，我不知道我搞在哪里，我也不知道。早知道十年前就盖了。啊，我只要早晚分就到位啊啦。好，妈，谢谢哈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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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在北城，童师兄那个在北城。比赛吗？哇，谢谢。OK 的。谢谢啊，谢谢凯恩，凯恩。一般像我们出来收东西，那我可能被分工，这个床给人家是不是好，是不是好用不好用，他会考虑那么多，实在不简单啊。来到环保站就是童师兄教我很多了，说实在，各方面啊，做事做人各方面。做师兄哦，他对实际回收的这方面是觉得很执着。杂质跟纸板，要是我的个性，我就是那对高机开过来就把它弄，把它和在一起卖。然后他不是，他一定很执着，要把杂质归杂质，然后纸板归纸板。其实那个一公斤差三毛钱，那个总数加起来可能差四五十块。不过他就很执着，他就一定要把它分得很细。我对他的了解是，他是个非常孝顺的那个孩子。他有两个妈妈要抚养，一个是他亲生妈妈，一个是他岳母。他
他对他的妈妈还有他岳母，除了三餐的照顾之外，而且他还会拿零用钱给他岳母，我就觉得我对他真的蛮敬佩的。他会更圆融一点，因为很多事情哦，很多事情是很多别人的脚，然后他会把那个脚挑掉，看他圆的地方，这是我觉得他最大改变的地方。拜五啊！拜五。嗯，那个你拜四，你安尼拢袂老，你安尼。传你爸啊，走！传你爸啊！你前世人做有够，好听。哈哈哈！哈，上好啊！看到你啊嘞！我足久无看到你出来嘞。我那人拢较早就来，日头也袂出来。嘿，伊拢较早，拢我。上好。一包一包来，手好啊，买了，好买。咚咚。退下以后，压力就不会像在上班的时候压力那么大，不会。就是说自己这边的空间可以分一些给，跟家里的这方面的改善应该有了，不像那个整个满满的把公司工厂塞满满的。哎哎。我过还过后边，他这个不啊，是啊是啊，他今天精神非常的好，那发觉。当然，我当然需要妈妈长命百岁啊，长命百岁，我继续这个好的关系继续维持下去，这样子，哪怕五年，哪怕十年，多一年好 ，OK。这是我唯一的心愿。对啊，跟妈妈在一起啊，你看像这样子，这是用钱买得到的吗？你说，真的很高兴，没话讲。你去啥陪我来呀？哈哈哈哈哈。陪我都蛮好，我看你姐，我看唔看出来。安尼，我介绍一个老婆给你啦，好不？老婆。哈哈苏兄讲，亲情甲家庭的幸福是用钱嘛买袂到的，而且伊即马专心出来做志工，不但得到成就感，嘛得到上单纯的快乐哦。草根菩提真感恩大家今仔日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你有需要无？轮椅啊？轮椅。有买啊？有买啊？哦。Thank you.